然后呢？你看这张照片，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很微妙。我们从头顶到这个脚底啊，腹部的地方呢，好，乃至于到臀部的地方，一共有五个地方或七个地方，其实它都有不同的轮，也有不同的能量。 比如说，我们头顶这个叫额头，那像我们这上面叫泛穴。其实我们身上本来就能量。那在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法里面比较不讲这些，但是在金刚秤里面它就很重视叫做气脉明点的修持。其实我们中国道家本身也有讲这些。道家呢，他修禅定，然后最后羽化成仙。然后心很定的人，他自,自然然就会有神通，看到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所以当你的心。 安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它的确可以开发不同的能量。比方说，假如你有禅坐，突然你的左手肩膀这里很酸，那你就把注意力放在这里。除了你念禅坐之外，你说街上念《On Money Baby Home》，观想它放光，然后呢，久而久之，你的肩膀这边就会被治疗好。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叫做 Power Healing，在新加坡也流行，对不对？用在磁场啊、能量啊，它帮你治病。其实它是真的，但是要小心，它必须心很正。佛教并没有否定这些，但佛陀会告诉你，这些不是就近的。假如你学了很多磁场、能量，可是你不修你的心，不改你的业，最后神通还是敌不过业力的。好，所以佛教并没有否定这个。好，接下来你看。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迦叶，他昼夜都在入禅定当中。其实佛陀呢，他的心是非常定的，所以不施持戒、忍入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其实禅定波罗蜜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在定中你开出来的才是智慧。跟我们现在讲说，你这个人很聪明，聪明的人他心不一定很好。 可是呢，你若是禅定很好的人，他的心一定很柔软，他一定会有智慧，啊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禅定希望各位可以在新加坡，不管南传、北传、藏传，有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禅坐班，只要是正知正见的佛教的道场，你都可以去学习，没关系。好，在这边呢，啊，师父讲经真的时间有限，好，请看禅。中国人从。 达摩祖师到了中国以后，这个一花开五叶，尤其中国从六祖慧能大师以后，禅宗是在中国影响力非常大，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禅禅风，乃至于中国也影响到日本跟韩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呢，很多日本的布置都叫禅风 Zen style。那请问我反问你，什么叫做禅？写下来 Q&A。Q A 问你什么叫做禅？What's the definition in terms of Zen？我说是禅，或叫做 meditation，甚至呢，英文有叫做 concentration，它们有差别在哪里？你先写下来。我今天不告诉你，我会改天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禅，对不对？一般人的讲都是：哎呀，这个也是禅，你看花也是禅，看到了吗？不，这叫禅禅禅。禅 禅，第二个纠缠不行，缠宝宝有没有作茧自缚的缠？我缠你，你缠我，最后呢，你的生命很凄惨。其实现在的那禅呢、啊，都是这种口头禅，其实他不太清楚什么叫做禅。当然，禅有不同的定义。举方说，下面要教你讲呼吸数息观，就是禅的一种方法。 我再讲一遍，呼吸修属习观，这就是叫你修禅的方法。所以简单讲，什么叫禅呢？很专注的心不散乱，就叫做禅。这是第一个定义。我再讲一遍，很专注的心不散乱，就叫做禅。比如说，举个例子，好，我现在哈、哦、来看，我现在手拿来，请问这个茶杯上面的盖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看得到的话。 啊，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，师父现在眼睛看着茶杯，可是我的脑筋想，哎呀，待会讲完经后，搞不好有居士请我去给浪吃一下榴莲多好。你看我的心就跑掉，这就不叫禅。为什么？心跑掉了。你眼睛是看着茶杯，可是你心里想着榴莲，这就不叫做禅。所以禅是什么？要把你的身心合而为一。 而不散乱的专注在某一个点，所以专注不散乱就叫做禅，这是第一个定义。当然，中国人呢，般若波罗蜜很喜欢，各位都喜欢《金刚经》《般若经》《心经》。什么叫做禅？最高的佛心就是禅。佛心体悟到如来的本心就是禅，禅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这是很深最深的讲法。 佛心就是禅，啊，那现在有个问题来，从你的心很专注到当下就叫禅，一直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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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到佛心就是禅，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 different level，有很多的阶梯的，所以你必须学习。数息观也是禅的一种修行方法方法，technique，或是 strategy，你修不净观也是禅。 那请问我拜佛很专注的看着佛像，是不是禅？也是禅。所以禅的定义是很广的。禅，当然我们刚开始禅的最基本要求是说，你要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这样背挺直叫七支，毗卢七支做法，你要坐着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无量劫心都很散乱，所以它必须要用这个方法才能够控制你的念头。 好，当禅宗变成行住坐卧都是禅的时候呢？好，现在来了，日本人来讲喝茶也是禅。喝茶真的是禅吗？假如喝茶可以开悟的话，那我们大家来喝茶好了，<laughs> 不用讲经啊，师傅干嘛这么累，还做 PowerPoint，对不对？那有人也会说跳舞也是禅，对不对？是真的禅吗？你要想一想。然后呢，种花也是禅，所以现在人是。 禅禅禅，口头禅很多。为什么？注意听，当烦恼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讲的那些口头禅都没有用。讲的更深一点，什么叫做真正的禅呢？离开了般若波罗蜜都不叫做禅，这是《般若经》讲的。离开了般若波罗蜜都不叫做禅，那都是乱七八糟的。是所谓山也禅，水也禅，洞中禅，行住坐卧都是禅。 中国波尔波罗蜜是很深的，你心中要了悟波尔波罗蜜，了悟苦空无常无我的真理，你才叫做行住坐卧都是禅。假如你不学佛法，那就是禅禅禅。只是我讲真话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去暗示什么其他法师。师傅讲佛法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么酷，我的心就是很单纯的，你不要去想太多。 真正的禅是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，降来最低，什么东西让我的心很专注，那就是禅。所以看这张图片，所以你会发现禅风都是很简单，very simplified。因为为什么呢？现在人的心念很乱，对不对？有这么多的 shopping mall，然后呢，very colorful life。所以当他一进到大殿的时候，他觉得很宁静。为什么？他的心就会定下来。所以。 传统上，禅宗或是大乘的道场都会布置得很单纯，它不像金刚秤，金刚秤是非常的复杂，那是有另外的系统。禅是要忍让，让你的心很专注，然后呢，看到自己的念头，接下来慢慢呢，才看到自己本来面目。禅宗常常问你：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呢？各位若跟着有兴趣要看禅，师父建议你看虚云老和尚的开示。 在新加坡也有流通，因为虚云老和尚是经论很通达，他自己也真正证悟，是民国时代呢啊近代活到一百二十岁的禅宗大德。来果禅师的语录也很好，各位可以看，不要去乱乱看。现在啊，我看很多人呢，是不是？哎呦，whatever，阿弥陀佛，哎，都是惨惨惨的。你要去看中国真正有证悟的高僧他们的语录。 当然，你也可以读《波尔波罗蜜经》，好，修《心经》，念《金刚经》，去学习，观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的心行住坐卧都如如不动，这才叫禅风。好，接下来请看经文。好，心二别显细说六种方法，应知此中有六种，请看幻灯片。先讲数随指。 强简前三个，你可以自己标号。Number one，数 count counting，counting the breathing，就是说刚才讲的数息。我刚才有讲了哈，能造作两种事业：一能为一服，能为一服诸寻事；二能取于入出息相。对不起，这是古汉文有点深，师傅尽量讲白话一点。就是、说第一个数，你为什么要算 counting the breathing？ 第一个呢，能够让你做依靠，能为依。你看，我们人依靠什么？你一、啊、下身体呀、啊。我刚才也有说过，你这个身体怎么知道你活着？昨天讲过，你若呼不呼吸，那一个人晕倒了，你突然第一个一摸他什么？哎，他还没有呼吸啊。哦，他有呼吸，还好他没活着。他、哎、万一这个没有呼吸的话，那就死翘翘了，对不对？ 所以呼吸是你能够依靠的，所以叫能为一顿号。你能依靠这个呼吸来慢慢的训练，伏诸寻视，伏诸寻视就是调伏你乱七八糟的念头。寻视简单的讲就是呢，这是专有名词，在清净道论跟俱摄论里有专门的定义，在这里简单的说，寻视就是你跑东跑西乱七八糟的念头。 你透过呼吸，然后看到自己的念头，然后透过数习惯，就可以慢慢调伏你跑来跑去、乱七八糟的念头。第二个，能取顿号入出习相，你专注在鼻尖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呼吸哦。现在是出，现在是入 Breat in，breathing in，in or b r e a t h i n g out。我刚才有说过，一般数出的时候是身体很燥热的时候。 第二属入的时候，大概是呢天气很冷的时候，或是你身体很冰冷。当然，跳到金刚秤就会跟你讲，属出的时候就把身上肮脏的全部的业障、烦恼障习气全部都吐出去。其实那只是观想的内涵而已，不一定代表你的内脏真的可以全部吐出去。另外一种，他跟你讲吸的时候，把山河大地所有的那个这个日月精华通通都吸进去，那个只是一个比喻。 请问你来这边，你若是很执着这个兔跟西的话，那你就会执着有为法。举个例子啊，有一次我去了啊，五、呃、台山跟峨眉山。峨眉山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台湾有一群道教的人，在那个我昨第一天不是有放大横普贤菩萨万年寺吗？对不对？铜鎏金的普贤菩萨，我就看到一群呢穿白色衣服啊，然后,后面画一个太极的人，他坐在那个大殿面前，香炉做什么？ 开始发功。我们要吸这普贤菩萨的气，对不对？这个灵山圣境的灵气，来，我们大家吸。佛法不是这样，那要这样吸的话，我们来，我们大家念大悲咒，我们吸大悲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的气，不就更快吗？ 假如真的有这样的话，地藏菩萨一定会像呢，像 ADSL 每一个人的电脑传输线。来，我开始发功，我全部都传给你。注意听，这叫有违法，这不是佛法。假如我们人真的可以吸，然后呢，再呢传给你的话，那不是像什么蚊子吸过来你的血，然后呢传过去，然后再住进去吗？这个叫有违法。 真正的佛法不是这样，可是你会发现有些道士或是炼丹的人到了灵山圣地，就说来吧，我们一起发功吧，吸。那时候我看到阿弥陀佛，他吸他的，我继续念我的普贤行愿品，然后继续念我的唵嘛呢叭咪吽。对呀、啊，我就看到一排的人哦，就这样。然后吸一吸以后就开始发功的人就开始开始开始,开始跳了。啊，普贤菩萨来了，天灵灵地灵地灵，天灵灵地灵地灵。 那是幻境，普贤菩萨在你的心，没有错。普贤菩萨真的会显现，但是他要按照昨天讲，佛力、法力跟智力三个修持。你适用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普贤菩萨会真的会出现。普贤菩萨不会，你坐在那边念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，我们来吸，然后普贤菩萨，Hello，Nice to see you again。他会说，You are very stupid。你是非常愚笨的，因为。 这个是有违法，了解吗？所以了解般若波罗蜜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再看随随，谁就是刚才讲的关系，没有数字，随着呼吸一出一入，一出一入，你清楚，注意听，清楚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你活着，正常人才会清楚。哪一种人不正常呢？举个例子，对不起哈，植物人，no consciousness。 你摸它，其实它也不知道，它有感觉，但它不一定清楚。来的人是男生女生，其实它也不知道。No consciousness，没有意识的话就不清楚。可是我们现在做数息观，你会谁很清楚，你知道现在呼吸是出，呼吸是入，这是什么？因为你有意识。 举个例子，你新加坡去买东西，supermarket，老板跟你我说问，你问老板，请问我买这一包苹果多少钱啊？啊，三块新币，你总不会拿三百块给他吧？那表示你很笨啊，三块跟三百块你分不清楚啊。谁属息的第二个谁是你有意识，所有一切的呼吸出跟进你很清楚，而且刚开始出的时候会比较短，看这里，他会讲。 呼吸，因为你心很急。慢慢、慢慢，你静下来以后，呼吸它慢慢自自然然会加长。你看，你就吐气，吐很久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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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久。所以中国人以前讲，你这个人能长寿，好长寿。明天跟后天我开始会讲，长寿叫龟息。人家呢，龟鹤延年，乌龟跟这个鹤，它们的呼吸都是非常非常的细的。 所以呼吸跟你的生命有关系。假如这个人的呼吸很均匀的话，这个人寿命就很长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请看谁能造作两种事业：一离一出离。顿号舍诸寻次，前面的属可以调伏寻次。接下来你随的时候呢，就能够舍诸寻次，而且你会强产生强烈的出离心，把出离化起来。 这里的处理是什么？就是无常。因为呢，你在做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，原来我们的呼吸啊，一出一入，一出一入。所以，假设一你一口气不来了，就阿弥陀佛，你就走了。所以，呼吸是很重要。但是，在这看呼吸一出一入、一出一入当中，你才会知道，所有东西真的刹那刹那,刹那都在变呐、啊。 所以佛法讲无常是真的，这时候你就会升起强烈的出离心，出离心英文叫 renunciation。接下来第二个能善取入出习相，所谓善取就是呢，你能够依照今天的你身体状况，然后你要选择出或是入。比如说你今天身体很燥热，你就选出；假如你去登山，我到了中国，比如说。 啊，黑龙江哈尔滨冬天很冷，那时候你打坐的时候呢，你要选选择吸吸进去，这样你身体才会饱满。所以在金刚圈里更进一步会说修这个所谓的持长寿保平气，也就是深呼吸，把它放在丹田里，如果能够停得越久，它寿命就会越长。所以其实它都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接下来止，止。 就说透过数习，还有观息，随就是观系接下来你就会关照，这时候你的心就能定下来。请看止，止就是 s a m a t a 就是一般讲的 s a m a t a 啊，能造作两种事业。第一能视现，顿号入出息灭，把灭画起来，你会发觉呼吸啊，一出一入。 一出一入，一出一入，注意看，一出一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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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一入一一入在一出一入的中间呐、啊，两个呼吸之间会有一个空隙。刚开始你会很短，然后你会专注在那个空隙里，你的心就慢慢会得定，这就是止。好，第二个。 能安住，顿号，肾三摩地心，这时候你就安住了，因为你会觉得身体开始慢慢放松，呼吸也很清楚，然后你觉得呢？这个天地之间呢、啊，所有的东西就是一出一入，一出一入，所有都是刹那刹那都在变。这时候呢，你的烦恼就开始会慢慢减轻。以前呢、啊，你脾气很坏的，现在那个的的的 energy of the anger 啊，就会的 reduce，就是说。 脾气撑心的能量就慢,慢慢慢慢慢会瓦解，你的心就变成柔软一点，然后呢，安住在三摩地。三摩地就是 s a m a t a 就是 deep concentration 或 deep meditation。好，止。好，接下来再看下面。好，先理解这样哈。观，好，再看观。观就是能够关照，observing。 在其实观里面呢，只跟观哈，严格说哈，只是 s a m a t a 这是巴利文。观呢叫 vipassayana，翻译成英文你写在旁边，只是叫做 meditation，观叫做 insight，关照，internal insight 或 internal observation 叫做 insight。 事实上，当我们讲 meditation 的时候，是指只有指指而已。英文字真正观音叫 insight，I N S I G H T。看观，你就可以观到事实的真相。请看，能造作两种事业：一能视线，顿号入出习静。刚才讲灭，现在就静了，它就完全停止了。事实上，它有没有呼吸呢？有。 所以在阿含经里跟阿罗汉讲啊，讲阿罗汉呢，阿罗汉入定的时候，他一个礼拜啊，只需要吃一餐，他吃一餐，喝一点水，然后他一入定呢，就可以入至少一个礼拜。定功更深的也有两个礼拜。那我们以人类的身体极限来说，一个人啊，你啊，你下次不要试哈、啊，你要试的话，万一往生的话呢，师傅要麻烦的。 一个人呢、哦，他不吃饭了，只喝水，最多的呢，只能撑到第七天，第八天他就受不了，就会死亡。所以人的极限是七天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从早到晚，我们很多的妄念啊，一早啦要做工啊啊，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，要处理人事物。其实我们人忘浪费了很多能量，所以我们能量浪费以后怎么办？就要吃饭啊，吃五谷杂粮啊。你没有吃饭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肚子会很饿啊。 对，当然你要吃榴莲也可以，不要吃太多。对榴莲是很营养的，对，very nutritious。好，所以可是阿罗汉呢，他只要托钵吃一餐呢，他就可以入定一个礼拜都不用吃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有身体的功能都降低了，他所有的细胞啊都能呼吸，所以他的出入息啊几乎已经到静了。这里的静是指灭除很多的烦恼。第二个，请看二。 能安住顿号心即心法，心是指你的念头，internal mindfulness，心法是什么呢？external object 外在的境界，这叫心法，别意观察就是每一个呢，他都观察得很清楚。所以中国人啊，事实上道家他在打坐，你知道中国的人为什么会知道针灸吗？因为中国道家打坐的时候，在很深的打坐当中。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气脉在流动，是真的。像现在 X 光眼，他就坐着，他可以看到自己。而、哦、胃，他在消化，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气脉在流动。所以中国的经络图是呢，道家在禅定中而把它画出来的。当然后来也有加上医学的解剖，然后再把把它修正，成为更清楚。所以人为什么打坐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？ 内在的内脏呢，像《阿含经》或《不净观》里面可以看到自己内在的三十六种不干净的东西呀、啊，包含肠子啊、肚子啊、大便啊、尿啊。你为什么能看得到？因为你心非常的细，我们讲心眼呐、啊，可以看得到自己的内脏。啊，这个就是观的力量。好，接下来再转过来二十八页，转。 转又叫做转化，你可以写在方面旁边，transformation 或是 transfer。转就是转变，能造作两种事业：一能方便的顿号舍诸取运。这舍诸舍掉我们的所有一切呢？前面讲十二因缘的取，我们人常常占有，对不对？我占有很多东西。 爱取有这个取蕴，它可以舍离。为什么能舍离？透过转化的力量。我待会举例子给你听。第二个，能方便的顿号去入圣地。好，圣地就是圣人之道。小陈来讲是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啊，你们读《金刚经》讲的出果虚陀洹、二果斯陀含、三果以及四果阿罗汉，一二三四果就是圣人之道。接下来。 那大大乘的话，这里的圣地呢，是指什么？是指一地、二地、三地的十地菩萨。好，将我们讲转，举个例子，转是什么？来，师傅今天又举玫瑰花。世间人呢，还有人问过师傅，好像玫瑰花不可以供佛，谁说的？对啊，像我们出家了都嫁给佛陀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任何花都可以供佛。啊。 我现在举玫瑰花，世敬人一样看到瑰花。第一个讲的什么？爱，对不对？或是情人节啊、uh,？I love you so much. This one flower special for you. 我爱你，爱得很深，这朵花特别送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注意听，一般人买玫瑰花，大概就是给情人。第二个，请问母亲节你买什么花送给妈妈？诶，为什么不买玫瑰花？ 对吗？世俗上就是康乃馨，所以我们有个概念说，哎，要买康乃馨。那我问你，人在基督教、天主教丧葬仪式的时候，人死的时候布置灵堂，大分布置什么花？什么颜色的？白色的。哎，为什么不放红色的呢？对，没有，师傅就是故意考你。这就是什么？human 的 pers 啊、uh,，human thinking perspective。 就是人类的想法，对我们会觉得灵堂都要放白花，因为白色代表圣洁、干净，在基督教里，对不对？那万一有一个老太太九十五岁往生，你应该开 party 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应该他的灵堂都是布置红色的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中国人呢，再看我们红色跟白红包，红包跟白包，对不对？人家结婚的时候，请问你送什么红包？不，我讲红包，我讲出来，包是什么颜色的？ 红色的，白包是哪时候送的、啊？人丧礼过世的，对不对？假如你丧礼的时候你送一个红包，他会打你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就注意听。所谓的转化，就是说我们凡夫只认为玫瑰花只能给情人，可是你现在把它转化的意思说，其实玫瑰花也可以送你的爸爸妈妈呀，对不对？你的爸爸妈妈如果活到九十五岁的话，你应该送他九十五朵玫瑰花，他会很感动。 那请问呢？我现在这个佛教徒啊，我只是举例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叫你下次拿玫瑰花来送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去机场接师傅的时候也会送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第二个，我也可以把花拿来供佛啊，这就叫转化。 同样是一朵玫瑰花，你的心不同，你做出来的效果、function 跟功能跟 result 就不同，所以你的 virtues，你的功德也不一样。这个叫做转化。凡夫要把贪嗔痴转化为慈悲跟智慧跟愿力，这个就是转化的功德。转化以后，接下来就进入第六个阶段，叫静，清净。 能造作两种事业：一能舍结，这里的结就是烦恼 （defilement），这是 classical Chinese 结打结的结。我们讲结使，使就是使结的使，结使这是烦恼的意思。能净见，这里的净是指清净心，所以禅修到最后，心一定非常非常清净。见是什么？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。 这个就是六种方便修习入出习观的方法，叫数随止观转境，也叫数随止观环境，请背起来，这很重要。然后呢，你最后能转你的心境的时候，心静则国土静，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呢，就算你看到鬼啊，你也不会执着他的鬼的形象。 我们凡夫看到鬼为什么会怕？第一个，你心有恐惧心；第二，你想鬼一定像嘿嘿嘿嘿嘿的，吹面獠牙。可是你看到他的相嘛？可是，假如你今天哦修禅定的人，熟悉观修成的人，或是呢不净观修，一个鬼来的时候，你看到他是什么？是透明的。刚开始你就修不净观了，你看到一个鬼了，你只是看到他是一个骷髅头，其实他骷髅头，你怕他，他也怕你哎。 你死的时候也是骷髅头啊，骷髅头看骷髅头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假如你数水止观环境，你禅定已经很深的时候，你看到鬼的时候，就像看到透明的影子一样，你不会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。所以什么叫做静呢？静就是能以清净心见一切法的真实相。好，先看下面一张幻灯片，啊、呃，可能有些莲友很少看过。 这张就是呢，从禅观的图片里左最下面讲就是修不净观，不净观，观骷髅头，然后观空空性，然后看观光明光明想，然后摇身一变，你看上面就有五方佛，东南西北中，中间就是毗卢遮那佛。也就是说，以凡夫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的身体是不清净的。来，各位，你的手，请摸一下你的肚子。 一起摸，快点！你今天的肚子里面装什么？吃了很多哈。对，再摸下面一点呢，哎呀，就阿弥陀佛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出也有入嘛，对不对哈？是啊，你看我们身上都是很多的不干净，尿跟屎，可是我们都不觉得自己很不干净。然后注意听，当我们上厕所去公共厕所，一打开，哎呦，好臭哦！那个人怎么没公德心啊？这拉出来了。 其实我跟你讲，当你的大便从身体一拉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不干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脑筋认为它不干净，那个不干净是你自己心贴上标签去的。好，那这个是凡夫叫不净观。可是你真正观修空性的人，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死的时候也是火化的，像骨灰一般呢、啊，所以是了不可得的。然后在凡夫。 不清净以及圣人清净当中的桥梁是什么？光明想。所以光在佛教观想是很重要的。光，阿弥陀佛会放光，地藏菩萨、摩尼珠会放光。光是没有形象的，但是光有无量无边的能量。光可以照破幽冥界的众生，所以光明想在大乘佛法很重要。所以要你观想。好，再看这张图。 若你不静观修成，然后你观自己有自信的五方佛的时候，五方佛的智慧就会显现。所以，地藏菩萨头顶戴的五方佛宝冠，就是这五方佛的智慧：东方宝生啊阿处毗佛，南方宝生佛，西方阿弥陀，北方不空成就佛。 中间毗卢遮那佛，这就是五方佛的智慧。所以，我们五方佛的智慧从哪里来？从我们五蕴的身体而来。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智慧呢，是被五个像玻璃盖盖住一样。所以，什么东西把它打破呢？就是禅定跟般若的功德力。好，接下来，如果你自己再继续修，不但可以看到五方佛，甚至在定中可以看到光中化佛无数亿。 所以佛从哪里显现？其实佛是由你的清净的心实相 Buddha Nature 而显现的。所以佛从哪里来？金《金刚经》讲如来无所从来，无所从去，故名为如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的是圣意地的道理。那你知道说如来无所从来，无所从去，但是要怎么证悟啊？从数息观开始练习。 先调服你的心，开始，你调服你的心，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修复修会铲除业障，你自信当中的智慧就会显现，所以这是数习观很重要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再看刚才讲数习，啊，补充资料，从一数到十，在十数到一，很好。今天大家都练习了。第二个叫关系我刚才还没有讲。当你关系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其实。 数席啊，刚开始它必须要定下来，定下来就是你身体不要动，你比较容易看得到一数到十，十数到一。第二个关系呢，在做的时候以及在走的时候也可以关系，比如在南传佛教里面要叫你精行，精行的时候就叫你注意在鼻子的呼人中的中间，所以那时候你身体在动啊。 身体在动，但是呢，你还身体动，但是心不动，你还是很清楚你自己的呼吸，breathing in 跟 breathing out，呼出跟呼入，这叫关系。所以关系呢，在动跟静当中都可以修。数息呀，最好在静的时候，身体静下来，你会比较有效果。除非你功夫很高，你坐着 MRT，那你还可以去修数息，那也不错，但是要慢慢练习。 好，最后等到数息数到呢，自自然然了以后，最后你就把念头放下，自然就看着现前的念头。所以你也可以练习，师傅教你，坐在 MRT 里面，你就这样看自己的呼吸，然后就观息，最后就关照，你就会突然觉得，嘿、欸、m r t 里面呢、喔，所有的人呢、喔，好像都是假的，那个人在讲话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呢，叽里嘎啦在讲话，你知道，但是他不会影响你。 什么叫知道不会影响你？就像什么呢？你开一个车到张仪机场，突然下大雨，你要去接你朋友，外面下大雨，可是雨不会泼进来。啊，像昨天跟今天啊，关今天我堂也是突然下大雨，对不对？下大雨不会泼进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窗户嘛。用这个比喻是说，外面狂风暴雨，你清早你知道，但它不会影响你。啊，什么东西不会影响你呢？ 因为你的念头能够控制那个玻璃呢，就像是属习惯的功德、界定会的功德，了解吗？所以你坐在 m r d 里面呢，对不对？虽然人家在讲话，但是你还是可以念你的阿弥陀佛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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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藏菩萨、地藏菩萨、地藏菩萨，菩萨没有人影响你的念头，也没有一个人跑到你的，嘿，闭嘴！你的心里不可以念佛。诶，那你怎么知道我在念佛？因为你头上有个泡泡。 你在念佛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各位看过漫画书吗？漫画书头上面都有一个呢，purple，对不对？可是阿罗汉看得到，阿罗汉看得到，菩萨看得到你的念头，所以你每一次呢到呢庙里面来，宽济念佛堂，对观世音菩萨、释迦牟尼佛、地藏菩萨啊、哦，还想催催念、催催念、催催念，讲重点，佛菩萨他都看得到你的念头，他现在也看得到你的念头。 为什么？因为念头是尽虚空骗法界无所不在的，所以希望各位，虽然你好《要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你喜欢《金刚经》，你喜欢《大智度论》，你喜欢《般若经》，但是你要真正了解般若，要从属息观禅修，否则讲空归空，死的时候都不容易空的，对不对？ 那是嘴巴上的口头禅而已，你不会产生很大的力量的。好，关照的话呢，关照也有深浅、初中细，那以后再说。好，就先介绍到这里。接下来再看下面，星山，好，二十八页，第五行，星山属习与五运结合，所以者何？如是入习，出习自性，名为摄取运。 好，接下来他讲呼吸呢，可以跟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结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呼吸就是在我们这色受想行识的这五蕴的身体上操作。好，请看幻灯片，师父把字色受想行识这五蕴，各位都看过基本的佛学基础班，所以我可能讲快一点。 啊，详细你要知道五蕴，请你去查佛学词典，也有相关的书。他说，呼吸呀、啊，请看如是入息、出席他的自信把自信化起来，透过呼吸本身的自信啊，你就会了解色色是形象啊，是了不可得的，这叫色取蕴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个，透过入息跟出席，领纳领纳化起来，领纳就是受的意思。 好，比如说我今天觉得呢，感受很好。什么叫感受？就是呢，你接受领纳的意思。第三个，如是入席出席有一个取向，取向就是想。比如说你现在坐在这里，突然想爸爸妈妈，不管他在跟不在，他可能在世或过世的没关系。可是你想爸爸妈妈，你看我现在想我妈妈，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我脑筋里有想到他的图像，我妈妈长的样子。 这个叫想起运，想就有取向，一定想里面有 picture，有 image，也有 memory。接下来，如是入席出席有造作，造作就是上次我讲的流动的意思哈、啊，叫做行取运。这里的行是指行流动，造作行为 action 叫造作。 接下来，如是呢？透过入席跟出席，你就可以了别了别，就是了别，要知道，英文叫 distinguish，或是 understanding 了别 distinguish。然后呢，这时候你的是意识就有记忆，比如说你会记得啊、哦，举个例子，我从两千零三年讲经到现在，对不对？很多年有单独来见我，你见到了，师傅说，哎，我还记得你，为什么？ 因为我的内心里有了别，我有记忆。我记得上一次你是来催催念、催催念的，而现在呢比较少念了。我上次呢，嘿，你病痛很多，你来问师傅，师傅给你鼓励。哎，这次呢，你的问题解决了，所以我看到你，虽然我可能慢慢老了，记不得你的名字，但是我看到你，我还记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事里面有你的记忆，了解吗？ 对不对？甚至啊，我甚至呢举一个例子，像老菩萨，我还没有去讲经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在 China Town 或其他地方，我、哦、听说老菩萨看到我的海报我说：“哦，就是这样。”问讯啊，这是星云法你为什么知道这是新云法师？因为你对这个图片有记忆，这个叫视取运好，如是所说，意思说五韵的各种取运各个虽然不同，但是呢也互不相妨碍。虽然它各个有它的特色。 看起来不会完全一样，心心非故，就是过去跟现在、未来的念头，刹那刹那，五蕴也都在变化，它是没有绝对的停住的，也没办法累积的，是不可言说的。可是这五蕴的道理，你透过什么方法去了解呢？修数习观。所以佛在《阿含经》乃至于大乘、大小乘的禅经说。 凡夫啊，要正阿罗汉果，有两个方法：一就是修属习观，第二个修不净观。这两个呢，可以凡夫一直从凡夫一直修修到正阿罗汉果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呼吸的方法，呼吸是很重要的。呼吸的叫法里面呢，当然每一个善知识教的呃，可能有不同的善巧方便，我有不同的技巧要告诉你怎么关，那没有关系。但是基本上呢。 哎，它是按照这个数随止观转进这六个法门呢来介绍的。好，接下来再看，那你会说，师傅修正数随观有什么好处啊？有，请看，心四二十八页第十行，能除一切苦，如是观察这五种的取运，就能除三行。然后呢，若能够如是就近。 随观察三种的行境，然后呢，便于能够持这里的三行啊，就是指前面的三个，请翻过来，请看一下二十七页，请翻开二十七页第二行，业流、烦恼流跟苦流这三个三行。 就是说，你透过数习观，就可以断断除啊这三条的河流，这三条河都流,流动的力量，你可以透过数习观控制自己的心啊。再翻回来，若能如是就近就随观三种行境，便在于我们这个凡夫的有势的这个身心当中，身心还在外在的六种境界，六种境界，请你写色受想行啊。 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种境界，那就静随观。当你一直看自己的念头，透过呼吸，然后随意的观察，数随指观环境，数随指观环境，不管照顺序或不照顺序的去操作，慢慢你的我、我执、我所，以及你所造的业呀、啊，乃至于细微的无名，乃至于爱呀、啊。 乃至于所有一切呢，像田呐、啊、所造的业一样，慢慢呢就会像一灯能破千年暗，最后一切都会消除。所以《金经,经》讲：“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”接下来嘞，度一切苦厄。对，各位，你们有度一切苦厄了吗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 不过，起码要知道方法，知道道理，所以一切的苦厄呢？那这苦从哪里来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你的语言、思想跟行为。好，接下来再看庚三净律圆满。我讲快一点啊，分四心一圆满各种修持，如是修习属习观，乃至于四念住，就是心身受心法四种方法都能圆满。 乃至于能够修好佛陀讲的八正道、八支圣道分、八正道也能够圆满。哦，大悲咒，谁的大悲咒出现了？检查一下你的手机，好不好？啊啊，谢谢。 接下来，请看如是乃至于修习十八不共佛法，皆能圆满。这些四念住、八正道、十八不共法，其实以大乘跟小乘讲的最详细的是在《大智度论》，各位有兴趣可以去读。乃至于一切修一切的一切种顿号，这里的一切种号是指一切种智的意思，在种的后面加一个智慧的智，修成佛的一切种智。 乃至于西方极乐世界讲的八地不动地的无生法忍，乃至于楞严经讲的手楞严，啊手楞邪摩三摩地，一切的大乘的三摩地都能圆满。如是修习，可见，请看《幻灯片》，修持来去念呢、啊，进入各种身心宁静的状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熟悉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啊，这是讲圆满各种修持。所以，假如你能够修属习观，将来你不管诵经、你念佛、念咒，乃至你看经论，你的智慧都会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念比别人清净，你的念力比别人强。好，接下来再看下面心二，别显其他圣名。那在这里，呃。 你修属习观，能够圆满一切的修持功德，那叫什么呢？名为住持正法圣意有情，你是非常殊胜的有善根福德因缘的圣意有情，能够住持正法，也叫名为真实的修习静虑。你真真实着的修习呢？静就是这宁静，虑呢？静虑其实就是禅定的另外一个翻译。 禅定波罗蜜也叫做净律波罗蜜，所以净律就是禅定的另外一个别名，也叫做真实的供养三世诸佛世尊。你想说，我们要很多东西供养，待会我讲故事给你听哈。我们要真实供养佛菩萨，我们常常要香花灯果烛，初一十五供养佛菩萨。这在世俗地上来讲，你修广修供养很好，但是我反问你，假如你现在是爸爸妈妈？ 现在有小孩子长大了，就会问你：“爸爸妈妈，你呀、啊、要做七十岁大寿了，那请问我们要送什么礼物给你最好呢？”那一般的爸爸妈妈都会说：“哎呀，不用花钱啦，你只要平平快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你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，你不要让我操心啊！”哎，你爸爸妈妈就很高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对爸爸妈妈要做七十岁大寿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东西供养他最好？是真心。 当然呢、啊，你请他去吃饭，或买一些礼物，或甚至有个 small party，他都很感动。同样的，用这个例子，请问，你是什么东西让观世音菩萨最开心呢？什么东西你可以来报答地藏菩萨跟释迦摩尼佛的恩德呢？答案是：别混了，好好认真的修行吧。 不要呢，每一天呢就是这样，脆脆念，无事蹦登三宝殿。有困难的时候来佛堂求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。哎，满你愿了，又跑掉了，跑掉了以后呢，像造了杀道一万九，下次呢又来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，那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。你说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会不会放弃你？答案会不会？答案会不会？不会你们怎么知道？ 哎，对啊。师父问你，你怎么知道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、地藏菩萨不会放弃你？你们又脆脆念的，你在念什么？<laughs> 答案是，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有无我的大悲心，他发了愿，无我利他的大悲心，他永远不会放弃你。但是呢，他会觉得你很啰嗦，每次都是来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临时抱佛脚，然后就好满你的愿喽。 可是呢，我注意听，有时候他会不会不满你愿？答案会，就像小孩，小孩今天有钱了，你想想，爸爸妈妈给我钱，拿了一千新币了嘛，就去赌博了嘛。赌完了以后，你再来问，请问你作为爸爸妈妈要不要给他？有时候你会给他，有时候你可能不要给他，不要给他，反而是对他最好的帮助。所以注意听，注意听，今天我要讲，你求佛菩萨还没有满你的愿，有几个解释：第一，你业力没有忏除。 第二，你要有耐性；第三，让你得到了愿呢、啊，你就不会学佛了。所以有时候佛菩萨不一定会立刻满你的愿。就像我刚才比喻嘛，现在小朋友来跟你要钱呢、啊，要一千新币去赌场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听说新加坡进城赌场要不要钱？要一百、啊，还是很多。安迪跟 Uncle 还是拼了，对不对？大血拼还是进去了，对不对？赌完了以后出来就没有钱了，没有钱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跟爸爸妈妈要。 注意听，同样的众生，怎么样叫真正的供养爸爸妈妈呢？想一想刚才我讲的，你怎么样让七十岁的爸爸妈妈最快乐呢？就是不要让他操心，也就是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贡献社会，利益很多人，爸爸妈妈就很安心嘛。我们中国讲啥？祖上有积德啊，有光荣嘛、啊。 同样的，你作为一个佛弟子，每一个人都很认真的修行，每一个人都出六道轮回，这个才叫真实供养三世诸佛世尊呐、啊。了解吗？真正供佛，并不是说哦，来观世音菩萨，我今天拿个榴莲来哦，先给你吃啊、哦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反正你没吃，我吃吧。不是这样子的。 供养并不是你想象的这样。当然，你今天拿起双花灯果烛，虔诚的顶礼，你有这份供养心的时候，观音菩萨的的确确，我在写密人用观音法门讲，观音菩萨的确收到你的供养，因为他接受了你的供养，他的意念也知道，所以你就会升起无量的功德。但是在事项上，你供的这个水果，其实谁谁吃啊？最后还是进到你的肚子里啦。 可是你有这样做跟没有这样做功德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福报是不一样。同样的，你真的要呢真实的供养佛菩萨，要什么？真正的修行。所以我常说精进、精进再精进，这才叫真正的供养佛菩萨。 你纵使没有钱，你没有像佛堂这样弄很多香花灯果烛，还有你没有拿呢各种的灯，你心中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你真正有一颗修行的心，那个心才是最大的供养。所以普贤行愿品说：诸供养中，什么如说修？虽然讲法供养最，可是如说修行供养第一。不舍菩提心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对不对？不舍菩萨业供养。 那个是真正用心供养，所以接下来才叫真正明。请看下面，一切佛的心中的最好的孩子叫佛子，佛子就是菩萨的意思。从佛按照所佛所做的道理真正去做，叫从佛口身，也叫做是法所成、是法所化，把两个法都化起来。这里的法是指什么？有很多意思。 在这一个段落里面，这里的法是指十二因缘跟数习观。你真正了悟思维十二因缘的道理，按照数习观去做，你可以成为圣人，乃成为菩萨，乃至成为菩萨摩诃萨。这个才叫做别显其他圣名。好，在这里我还是讲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有一半年有可能听过，有耐心一点。 我在净明佛学社，佛在世灭度以后有一百年，有一个大阿罗汉比丘尼，他有神通。那当时呢，有一群的这个商人就在佛菩萨面前发愿说：“我们今天现在要出海取鱼，啊，是做生意。假如我们呢没有遇到风浪，因为以前人出海啊都遇到，最怕的就是遇到狂风暴雨。整个船呢若翻了的话呢，你就什么东西带不回来了。” 这时候呢，他们就发愿说：“假如我们能够平安的回来的话，将来我们就会供养三宝，救贫穷的人，甚至开无遮大会。”这时候呢，这一群的人呢，还就发愿了。结果呢，这个挣了阿罗汉果的比丘尼呢，就看这一群人愿望有没有圆满呢？哦，他们在佛前发愿。你看，他们出海之前会在佛前点香、香花、灯果、烛供养而发愿。最后呢，他们也圆满回来。 圆满回来以后，他开无遮大会，就无遮大法会，那就会供养三宝。那供养三宝里面呢，就有很多的僧阶会接受供养，其中有一位比丘是第一个戒腊最高的，因为佛灭度一百年的，他戒腊最高，他就会坐在前面第一位。然后第二位、第三位，他们全部都是正阿罗汉，所以在佛教里面是戒腊高的呢，一定坐前面，不管你是，啊、呃。 你世间的学问如何？比如说，举个例子，师父很惭愧地说：“我今年出家二十三年了。假如我见到二十四年的比丘，我也应该要跟他顶礼，不管他修的好不好，他戒腊比我高，比我先出家，我就应该顶礼。比丘尼看到比丘也会顶礼，那我们比丘也会合掌应答。所以这是佛教伦理。那这时候呢？这时候这个大阿罗汉比丘你就看了，哎呀，奇怪，那他就入定啊，到底是谁呢？” 刚好有一个很老的老比丘，他就在当面打瞌睡，很老很老。后来呢，因为这个比丘尼有神通，就突然现神通，就跑到面前跟他说：“看到他嘛？”他当然先给他顶礼三拜，然后突然就跑到面前：“你呀、啊，很不庄严！”他就跑掉了。跑掉了以后，机会这个老比丘本来这样打坐，坐一坐呢，这样打瞌睡打瞌睡，突然有个比丘尼跑过来跟我顶礼三拜，他也不知道他是谁，然后就跑掉了，说我不庄严。 不庄严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他就是拿一个镜子一看，哦，我没有刮胡子，也没有剃头发，啊，就赶快把他刮胡子，然后呢，剃头发，然后就去打坐。好，打坐，打坐，打坐，打一打，打打打，又昏沉了。结果呢，那个比丘，你讲，唉，他还是不庄严，就跑到前面。过了三天以后，又到他面前，又顶礼拜了他三拜。你呀，还是不庄严。他很奇怪。 他上次说我没有剃头啊，没有理胡子，我已经看了，怎么会没有庄严呢？哦，我袈裟味道很臭啊，可能没有换衣服了啊，我就去洗。印度的人呢，不是天天洗澡的，一个月才洗一次的。对，然后呢，然后那他就去换衣服啦，然后换袈裟。哎，看到这个袈裟破了，他想不庄严好把它补一补吧。补完以后他就去打坐。过了三天以后呢，那比丘尼呢又入定，唉。 他还是没智慧，真是不庄严。然后呢，他又跑到他面前去，啊，又顶礼。然后呢，顶礼三拜，还没有讲啊，他就说你呀、啊、还是不庄严。这时候比丘就生气：“站住！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那跑来我们这边，我好好打坐，你是个比丘尼来跟我顶顶。顶礼完了以后，你就不庄严，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”他说：“我说的不庄严，不是你这外表的不庄严。”他说、啊：“你呀、啊。” 内心没有断烦恼，你不是一个圣人呐、啊，这才叫不庄严。所以插播一下，可见庄严不庄严不是指你的外表。佛讲定义的庄严跟不庄严，是讲你能够调伏你的心，断你的烦恼，这个才叫庄严。那他就问他：“请问大姐啊啊，这个比丘尼大姐、啊，那我怎么修行才得呢？” 可以庄严呢。他说：“现在有个宾陀卢波罗多尊者圣者，他是佛的圣弟子，他在你跟他去学佛法吧。学什么？学数息观。你跟他学调服你的心，然后呢，你能够断了你的烦恼啊，你就成为阿罗汉，那你就非常庄严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一位正果的阿罗汉比丘尼，我也是呢。透过是无量劫这样修行，可是我在断我自己的心中的烦恼，所以我今天自在了。” 他就讲这个故事无遮大会，他说无遮大会，你呢要共生，你知道谁做第一吗？他说这就是你这个老头啊，坐在第一个，可是呢你并不庄严。以戒腊来讲，你坐第一个，可是你后面全部是阿罗汉啊。哇，他听到以后突然就流眼泪，很难过。他说那宾头卢伯罗做尊者，我就要去找他啊，他就带他去那个比丘尼有神通就带他去。 那当然，宾德鲁波罗多尊者当然也知道，既然来了就很高兴，就教他。结果呢，他就一日、两日、三日、七天，然后一个月，最后他就证了阿罗汉果了。